9月15日，44岁的海俊杰跟老婆艾菲在香港北角海逸酒店五百结婚喜宴，圈中好友陈浩民夫妇、傅莹等人到场祝贺。海俊杰跟老婆3月1日已经在墨尔本圆婚，问到今次回港五百婚宴的心情如何，他坦言感到好像比出场表演还紧张。本来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今天我应该很放松的，但是到了今天。到了今天，我原来是很紧张的，很紧张的，比出场唱歌啊、演出啊更紧张的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无形的那个紧张，可能是兴奋吧。傅颖今次也以伴娘的身份出席喜宴，提到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她表示暂时还没有去多想，感觉结婚好像是一件很累的事情。我没有想。就是好像现在还没有那种憧憬说要很快结婚生宝宝这样子，而且我觉得还挺累的其实结婚。陈浩民今天下午特地从银川火速回港参加婚宴，他打趣说这份心意比什么礼物都珍贵。而一旁的老婆蒋丽莎闻言接话说，有，我们有心意的，我觉得现金是最好的，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对，这个是最实在的。